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勋翔 Brian。在3月4号、5号的这个周末，我终于开始了我期待已久的 EMT 紧急救护技术员的训练啦。为什么说期待已久呢？因为我在疫情前兼差带团的时候，认识了一位随团护士，他正好是高级救护员。那时候他就推荐我可以去参加各地的消防志工，就有机会可以参加免费的 EMT 训练，直接省下一般要花6000到9000元的培训费用，并且还能跟119的救护车一同出勤历练。我其实对医疗相关的事情很有兴趣，难得听到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学到救护技术，我立刻就决定参加了我们本地消防队的救护志工，但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等了1年多，直到现在才有官方的 EMT 培训。EMT1 初级救护员需要达40个小时的培训时数，所以这次我总共需要用2个周末和3个礼拜天的时间，来到斗六的六合消防分队来参加训练。第一天是3月4号，礼拜六上午，透过教官的分享，我认识了台湾紧急医疗救护体系的历史与现况，并且对于台湾民众对119救护车滥用的程度感到十分惋惜。毕竟我们都知道，在台湾医护警消都是非常辛苦的一群，而法律规定在救护车上只有医生、护士和 EMT 可以执行业务，因此拥有 EMT 资格的救护志工，着实能帮上台湾的救护体系不少忙。当然，拥有救护技术与专业在身上，随时随地都能够出手相救，这也是我特别想学的原因。一来我时常骑车跑来跑去的，有高几率会遇到事故现场；第二是我可以延伸到生存游戏的部分，再进一步去学战伤救护的部分。因此 EMT 可以算是我新开的支线任务哦。第一天上午，我们还学会了如何去辨别一个人的生命真相。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你以为他凉凉了，但在第一时间当下，只要处置得当，他是有很高的几率能够救回来的。这也就是推广全民学 CPR 和 AED 的重要性，因为比死亡更悲惨的是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亡。第一天下午，我们学的是如何给予氧气治疗。原来氧气的方式有这么多种，每种的用途也都不尽相同，甚至还会使用各种导管来协助畅通呼吸道，目的不外乎就是要争那最重要的一口气啊。最后则是 EMT 最重要的技术，要学会做高品质而有效的 CPR， 并能够流畅的使用 AED 电击器与 BBN 苏醒球。课程整体内容十分丰富，并且资讯量之多，让我当晚回家直接累瘫，把笔记整理完，早早就上床睡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到来。3月5号第二天可以说是个血淋淋的早上，我们先学会如何止血。我一直很想玩美军制式的 CAT 止血带，终于让我体验到了，但用起来不是那么好受就是了。在没有止血带的情况下，直接加压止血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操作起来也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加压的位置与力道都是关键，有时候整个身体压上去了，血还是流个不停，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验。止血完就是要学着如何包扎与固定，每个器材每种包扎方式都有它的用途与诀窍，而许多都是教官与消防救护弟兄们常年累积而来的经验，把所有复杂的东西都变得简单而有效，就算是医疗小白只要稍加练习也都能够上手。以前我只有听说过，如果遇到车祸不要自己摘安全帽，要让救护人员来摘才比较安全，但却不知道为何。这次透过学习才知道，原来光是摘个安全帽就有这么多的手势与要注意的地方。这辈子是第一次清醒着让两位教官来拆安全帽，我的头呢就像我的蛋蛋一样，始终被细心呵护着，难得的经验感受十分新鲜。不止摘安全帽，连把人放上常备板，也就是俗称的担架，也处处是学问。不是赶快把人丢上去就好了，每一次的移动都要尽心尽力的避免再次伤害。我真心觉得在台湾有这些专业的消防弟兄们守护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